我准备出发了。不不，嗯，谢谢。没事吧？没事。你怎么在这儿？我替胡教授送文件。嗯。穿这么漂亮去见蔡雅思。你也做680吧？你怎么知道我要做680啊？因为看侦探展就是做这一路。哦。该上车了。嗯嗯。坐吧。收到，回复一声啊。对了，我上次把那个新小说发给你了。收到了。文件是送去哪儿的？省司法鉴定中心。哦，远吗？远。哦。喂，你为什么不回我微信啊？我已经出发了啊，大概半个小时后到。我是蔡雅思，参加 ACM 集训的训练老师。姓蔡的，你少装神弄鬼了啊！无聊啊你。蔡雅思在集训期间企图擅自外出。训练期间统一没收手机，你别扰他了。训练明天就结束了，有事你们回去再聊。哎，喂，什么情况啊？怎么了？蔡雅思好像出不来了。那我和你去看展吧。啊？但是你不是要去送什么材料吗？材料可以改天送吗？这么突然，为什么？你说呢？你应该也挺想去看展的，对吧？哼。材料就放你包里吧。嗯，老师，周小远他说什么？没说什么，你任务完成了吗？就想出去？任务没完成，就算今天集训结束，你也给我留下来继续做。你留得住我的人，留不住我的心。还敢顶嘴？专心完成任务。
628，628，那这个饼干不要了，弄不好的，一共是580。谢谢你请我看展啊，投桃报李。谢谢啊。你不带吗？我还是算了吧。哦，你觉得不好意思啊？没关系的，你得融入才会觉得有趣，啊。嗯。出来玩不要想那么多。你帮我带。啊？我不会带。可是。出来玩，不要想那么多。你带不带？带。拿着，拿着。好了。嗯。嗯。干嘛呀？眼睛。嗯，你自己带。